保安队是如何制服欠蛋的。好好好，稳住，只要再上一个保安，咱们就能拍成蛋仔龙卷风了。我来，给你个大嘴巴。什么情况？愣干，没事儿，他就是路过，咱们继续啊。好，兄弟都站好了啊，最后一个镜头，我来。你好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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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全体上刺刀，准备进攻。浪哥别生气，他可能又路过了。世界如此美妙，我却如此暴躁。不生气，不生气啊。来来，兄弟们，我又来了！去你丫的！再一拥上来了！浪哥，浪哥，阿别，那咱们退一步，换个岛吧。是啊，是啊，换个岛吧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行行行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都到齐了吧，兄弟们？这次不仅换了岛，连位置都换了个隐蔽的地方。现在肯定没有蛋蛋能达到的。你好。不是你怎么跟过来的啊？嘿嘿，你别管，天气这么热，给你们冰敷一下。给你个大嘴巴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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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真没见过这么强的蛋。没错，忍不了了，家蛋们，支持我们教训他的就点赞扣个一，不支持的就扣二。保安队，全都给我上！冲啊！哼，不让我们好好拍视频是吧？这下我们一起全都陪你一起玩，是不是高兴坏了？救命！救命！爽！哎，这下舒服了吧？下次还想和我们玩，你提前说。我们肯定好好陪你玩。哎呦我的妈！哼，你们就是靠人多欺负我，算什么本事？有种和我来场挑战！挑战？行啊，那你是选一个人挑战我们一群呢，还是我们一群挑战你一个呢？我是说一对一的单挑，如果你们能赢我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捣乱了，而且我还帮你们维护秩序。来来来来，就你这个小不点，赢你不是轻松加愉快吗？来嘛来嘛。 Later， 我也不欺负你，只要你能追上我，碰到我的衣角，就算你赢。 OK， 冲啊！我回来了。哎，我又走了。哎，又回来了。哎呀，这小东西也能吃道具，不绕了，冲呀！哎，不好，输了，我跳。哎，还好我反应快啊！等他一下，欠蛋，吃我炸弹！有，哎呦，没炸到。不管了，咱继续跑。前面就是终点了。哈哈，小欠蛋你来啦。哎呀，浪哥我这一不小心就赢了呀。可恶，都怪刚才捣乱，浪费我太多体力了。切，刚才揍你我还浪费了不少力气呢。你别笑，现在服了吗？如果不服的话，我这些兄弟们还可以再陪你玩哦。服了服了。好，兄弟们，终于可以继续拍咱们的结尾了。蛋仔龙卷风来喽！